主题为这个树木灰的这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展，今天在校内艺术中心盛大来开展，学生透过不同款的媒材创作出真侪让人惊奇的这个作品，包括用着高亢的脚来做成的这个骷髅头，同时有不同款面线编织出来的这个画图图案，不管是刀艺还是雕塑还是画图，让人相当的惊喜。木灰云哈，那非常棒哈，我们南英大美术系长期以来就是跟社会企业、画廊界不断。的做一个沟通跟结合，好，那我们这次毕业展也展示出学生哦强大的这个能力，然后呢跨出学校、跨出学院，哦用他们的个技术力，把技资体系的这个精神发挥，那跟外面的这个社会哦真正做到意气结合一个程度。这回树木灰的这个主题展，一条出去头的光芒，甲这日落的这个光彩作为的展览的概念，真侪绘图作品甲装置艺术人大合的。这个特色，学生透过艺术创作，传达着因青春少年对着生命的感知甲体悟。好，那像我背后的这些水墨，事实上大家、都是非常用着一年的时间，在他们毕业的时间把它发挥出来。那今年很多的这些作品，事实上都在我们上个月办的南英大艺术奖，事实上都非常的受到这个各界的一个肯定，所以欢迎大家这段时间多多关注我们台南用科技大学美术系毕业展。尤其是讲美术系老师今日介绍的这幅水墨作品，是伫全国当中都有取得真好的成绩。另外，粉彩刀艺甲立影的作品，学生嘛呈现无同款的风格，嘛在展现了伫学校适当学习的成果。南天新闻台以下，因空采访报道。